我有大，我有大，我可以飞，先秒一个再说，还想杀我？ 差点溜了，可能。哦 ，nice！ 哈哈。真正的快乐来自全新的战斗，我们来证明吧。我证明节奏，哥们儿。 你懂不懂致命节奏一级的 all in 的含金量啊？生存意味着永不停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 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 拿他辅助当突破口，兄弟们！不让他吃直播线吧，他 W 没好的，跑不了那么快。 快走，小心莉莉娅的球！砸死我吧！砸死你就别想吃！哎，E没了，残血。 我要了，妈的干弄，就是弄，这能忍就是弄，追不到啊，他被动满了，哎，直接吗？我在扛，飞过去，救救救！ 我来骑，我拿着 C2 驾照骑这个应该不违法吧？对对对，飞了吧！嘿嘿，推，看我了，我走了，你要死我管不了你了。算了算了，不推了，不让了，这波不让了。 这把要出AD，该打的输出，一个都没少。哟。
减速到了红 buff。我操，你是真能跑啊！你看我们这个攻速，兄弟们，搁这 A 人 A 的巨爽。刀妹在后面，刀妹在这儿。就是我们需要用海妖来打持续伤害的时候，还是要出海妖的，即使被削了也没关系，兄弟们。你要知道，你平台有大的。还太大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，快跑快跑，我他妈原地闪现摁错了，兄弟们，我要闪现躲他那个技能的，我操，结果来了个原地闪现。我有大我有大，我可以飞我可以飞，先秒一个再说。还想杀我，我操，你怎么操作我呢？逼着去打，再清波下线回家。交闪了，是不是？碰得到我吗你老弟，敢上来吗？求虐，死不了半点，为啥带七星神弦？因为现在饼干不回蓝了，你不带七星神弦前期会缺蓝的。以前我玩卡莎从来不带七星神弦，因为饼干的三个蓝量够了。我有大的，我还有大的，有大大就干干，快快干！就是干，干 TP 了，干，干干干，往前肿，快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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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肿他！我再肿我再肿，我还有大，继续肿。哟，回来了还？回来了，我挂了个点燃，点燃的是真的。没事，假的一块杀，全都得死。我无所谓。干干干！必须干！干！看看，往冲冲冲 ，P 哥，我再扛，我再扛，我再扛，上上上上上上，我再打，我再输出。